身照妻县，淮阳人士，我父永嫁太少，不幸早年亡故，只有老母在一旁，使我儿女在家读书养亲，倒也清闲自在。今日乃先父好友张尚书受丹之气，奉母之命前去拜寿，家园大一路。全家庆，阴来于林下，何生那死？父张惹于华，淮阳人士，官居礼部尚书，告病还乡，病体痊愈，尚未复职。我膝下无子，只有一女，名唤玉贞，年方21岁。只是为了这算许之事，倒叫我时刻挂心。今日乃老夫无事守城，必有人前来之贺。家园有伺候了。是，照相公道。有请，有请。今奉此亲命，千载奉受上，伯父亲上孝之拜寿，天池少礼亲坐，谢坐。哈哈哈哈哈哈！啊，天池，既在未见，越发英俊了。伯父夸奖了，请稍坐。哎呀，天子，我与夫人时常提起女儿的亲事，不想今日正好有此机会。我看赵家贤侄英俊非凡，
我有意向小女许配于他，不知他底下如何，待我对他言明。阿贤侄，我与你父今世之交，有话当面言讲，我先唐突。伯父有话请讲当面。我有一女名唤玉贞，年方21岁，我有意向她许配贤侄，不知贤侄意下如何。承蒙伯父不弃万千之心，用小侄回去禀告母亲，前来定礼。好好好，我的小姐送来信下去。日思小侄告辞，正是且谢得为东床婿，则许信奉有美才。圣旨下，相满接旨，相满接旨。万岁！跪听宣读，既有圣上启用旧臣张瑞华，仍为礼部尚书，前往江西出考，即可启程。这一独把王昭谢恩呐、啊！万万岁！奉公侯堂留言，王明在身不敢久停，告辞了。奉送。请夫人吃汤，有请夫人吃汤。才神之到来，要我前往江西之考。啊，夫人，你到西也不西呀？恭喜老爷，贺喜老爷。啊，夫人，我有一事相告。我看赵家贤侄前来之手，我看此人英俊非凡，我已将女儿的终身许配他了。老爷则许定然不差，不知老爷几时启程？即刻启程。阿夫人，我走之后，女儿的亲事要你一人偏劳了。老爷尽放宽心，家中之事为妻照料。有老夫人家园准备新装品了。王恩侯出马我东山南山，是也长也好，不知操劳。
寻花去问柳，婚姻大事没到手，出题的馒头刚到口，不想被人端了走。在下陆少庄，我父在世之时也曾做了一任的外官，贪哪足这么一搂啊，倒也弄了个宝在而归。这到了家了，他没事了，他让我天天念书玩，什么知乎者也知乎者也，我哪念得下去呀、啊、我呀就给他个心不在焉。没事呢我就出去花天酒地，可是我爸爸是个守财奴，我一花钱他就心疼，我又花钱他又心疼，疼来疼去的可就给疼死了。哎呀，这我妈一看我爸爸一死，一着急也伸了腿儿了，这说着说着俩人可就全没了。没事儿我就想啊，这活着没孝顺他们，这死了怎么也得孝顺孝顺他们呢。可是我爸爸是个守财奴啊，买两口棺材那不是太浪费了吗？干脆我就买一口棺材，把俩人往里这么一装就埋了。这且不言，我有个表妹名叫张玉珍，长得别提有多好看了，我提了几回亲，我姑爹那老小子他不给我，你不给我就不给我吧，你干嘛还包办我呀，说我没学问没材料没脸没皮没气没囊还没骨头，照他这么一说不没了吗？我哎呀，前两天得这个信儿，说我表妹有了主了，给了赵启贤了。那小子他哪如我呀，他没我白呀，那简直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哎呀，我听这信儿我急呀，那急得我这三魂渺渺，这四肢无力，五脊子六兽我连七窍全塌了，差点没他脑溢血。哎呀，急也不成啊，我这得想个主意把他们这门亲事给打散了，这不是吗？我这边想主意想主意，哎，有嘞，街边住一顾媒婆，我呀把他找来跟他商量商量，让他给我出个主意。哎，这个小子啊，借饼，借饼，找人，找人啊，找谁呀？顾媒婆，顾媒婆啊，赶紧把他给我找来啊！哎哎，吃了，快点快点啊！哎呀，顾媒婆这个人呀，足智多谋，等他到来，我是在座道理。哎，找人！哎，找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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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门入户藏生事，蜜语甜言灌害人。哎，到了！哎，我说你倒远呀，这是，这干什么呢？这大爷啊啊！顾媒婆来了！来了！来了！赶紧把他叫进来呀！进来吧，进来！进来，进来，进来！我说大爷，姑妈来了，我来了，呦，大爷来了，好啊，好，你好，你好，站着说话，坐着坐着，来来来，那我就不客气了，客气什么呀？来来，坐着坐着坐着啊，坐着。哎，这个，我说大爷啊，您找我有事吗？没事，不是不找你吗？这找我什么事啊？什么事儿啊？我有个表妹，名叫张玉珍，知道啦？知道啊，啊，她长得多漂亮啊！你这都知道是不是？哎，是不是啊？提了几回亲，哎，我姑爹那老小子他不给我。对了，说你呀、啊、没出息，你这有这么回事没有？有这么回事。哎、现在呢？现在呀、啊，听说有了主了，有主了啊！他许配给谁了？给赵启贤人。哦，
许配给赵启贤了啊！这这么，哎呦，那他可不配，这不配他哪有大爷您长得这么、啊、这个合格呀？您真会说话，您说、您还别生了气，我能不生气吗？这一朵鲜花插错了地方了，这插错地儿了，是不是？你打算怎么着呀？这不是这打算把你找来，给我出主意，把这小子啊，干啥？来来来，你这照相呢、啊？这伺候大爷呀、啊！这用不着你伺候，赶紧给姑妈们沏茶去，你这快快沏茶！这没眼力见，你说你什么好呢？这，哎，我说大爷啊，您到底打算怎么呀？我把你找了，给我出个主意，把他们人们亲事给打散了哇！哦，您叫我呢帮您出个主意、哎、对了把他们这门亲事给打散了、嗯、打散了呢哎呦我说大爷啊办这事儿都可就够缺德的你怎么又是缺德了你这咱们不干这个了你还真是这主意你们哪能干这事儿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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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大爷、啊、您这事儿我能不帮忙吗说就是了你知道吗可是这么着啊他事成之后啊这个还有没有了有这漂亮你不是吗那我得多要两件好衣裳说这咱正给你做两件好衣裳、啊、不是就是给他们这婚事打退了吗这打退了打退了你们这耳朵拿过来我这儿呢那、啊、明天呢啊我这我不就整了吗这不是你这还不搞饭吗是不是可真有你呢、哎、可是这么着、啊别漂了我、啊、就漂不了你呢、得了、啊、您就听喜庆得了听喜庆了就这么着了就这么着了我走了、啊、就走了快点啊哎走哎呀姑妈的死去是定能成功
计诓骗女娇娃到了。哎，我说小慧妹妹在家呢吗？谁呀？小慧妹妹，小慧妈妈来了，快请进吧。小姐起了吗？起来了。哎，你跟我圆一声。嗨，你又不是外人，快跟我进来吧。是我常来常往。小姐，顾妈妈来了。我来了，小姐您起来了。嗯，我这有礼了。顾妈妈来了，请坐。坐着坐着，哎，我说小姐，您大喜了，哟，还害臊呢，这还害臊呢。小姐，我听说了，您呢许配给赵启贤了。这赵相公啊，我可见过，书香门第，长得甭提多好看了，那真是人有人才，文有文才。就跟您这么说得了，他读那书啊足有好几十册呢。嗨，您就甭说了，我早就禀告我们小姐了。哟，报过了。那不要紧的，你算头报，我算二报。妈妈，哎，为何多日不来我家？哎呦，小姐，您还不知道我这个人吗？一天到晚的穷忙。这么办得了，等您呢出嫁的好日子，我一定前来帮忙的。是啊，等我们小姐出嫁的时候，还要请您来帮忙受累呢。还请什么呀？这冬瓜汤没喝上，这喜酒我可得来，是不是？小姐，您这干什么？哦，您那梳妆呢？哎呦，这头梳的多漂亮啊，又黑又亮的。哎，这一定是小慧妹妹你给梳的吧？是我梳的。真好，花也好，插的也是地方。哎，我说小姐，这是什么呀？这是碧玉簪。哦，碧玉簪呐。啊，哎呦，您瞧瞧，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了，还真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簪子呢。小姐，我一看这簪子呀，我可想起一档子事来。我有个亲戚呢，托我打个簪子，就是没找着好花样。我瞧您这花样挺好的，这么办，您把它借给我，我照这样呢打他一个，很快就给您送回来，不知道小姐肯是不肯呐？这是我母亲心爱之物，不能随便接任，妈妈不要见怪。哦，不能随便借人。哎呦，您这是怕我拐跑了啊？小姐，这个府上呢，我是常来常往的。今天您要是不借给我，您说往后让我怎么再进这个门啊？是啊，小姐，顾妈妈又不是外人，好在一两天就送回来，您就借她做个样子吧。哎，就两三天，日次就借与妈妈，需要快些送回。是啊，我很快就给您送回来。小姐，没什么事儿呢，我就跟您告辞了啊。亲的，哎，小姐，我走了啊，我走了。顾妈妈，您可想着早点给送回来。定会早送回来的啊，我放您了。得。这事儿成了。小慧，我们到后堂去吧，小庄才把闲不是心想亲亲问早
害人不怕用毒手，若问良心，我没有。来来来，哎，先生，大爷，哎呦，姑妈都回来了，哎呦，等急了吧，哎呦，这不是等急了吗？这、哎，我这事儿怎么样了？大爷啊，您这码事儿啊，有点意思了，有点意思了，您快说说，快说说，快说说。别忙，我呀，先让你瞧一下东西，瞧瞧什么事儿？瞧瞧这个没有？这是什么？这个？这是碧玉簪，捣乱不是吗？我要的是人，我要簪子干什么呀？我说大爷，您这就不知道了。他有了这个碧玉簪呐，您这门亲事就有了八九了。这怎么才八九啊？我跟你说的，说说快说快说。我问问你啊，你会写情书不会？情书啊，这不是申请专利了？对了，我忘了，不单会写情书啊，还会发短信。这你知道？我这不，你知道这情书怎么写吗？这情书怎么写的呀？主任，我告诉你啊，说。这我写，让我写，我写，我写。我说你会写字啊？这哪能不会写字啊？这是不是？哎呀，这两笔字还真不错，哎，真的不错吧？哎呀，哎，姑娘们，这写完了？写完了。行，瞧见没有啊？咱们把这个碧玉簪呐，封在这个情书里头，封里头。哎，等张小姐啊。办喜事儿的那天，我假意前去帮忙，趁他个没人，我就偷偷的把他扔在新人的洞房里头。扔了。这赵启贤呐、是个书呆子，一看见这情书，一定怀疑张小姐不贞洁，肯定就得把他给休了。等他把他休了之后，我从中这么一撮合，你这门亲事的，你们俩不就白头老了吗？就老了。哎，怎么着啊？想着别骗了我，这骗不了你。别忘了，我忘不了。就这么着了，你有在这里，我听几下了，走了，这慢走。哎呀，我净等着拿轿抬人了，我。伺候你们小姐，今儿个得让小姐姑老爷早歇着呀，咱们也该歇着了，是不是？我知道了。哎，回来，别忘了，半夜里头来听房来。哟，还听房呢？是啊，这早点来啊。我知道了。我也该歇着了。闻得张小姐才貌双全，今日趁此美眷，我赵启贤好喜迎。待我将房门关上。
这是何物啊？待我看来。表兄陆少庄开此与真办啊，这与真二字分明是新人的名字啊，其中必有缘故，待我出访看来。还有一只碧玉簪，好奇怪呀！表妹此来，屈于无奈，望其原谅。待等我母寿诞之期再度相会，送上碧玉簪一只作为标记，表妹与真拜上啊！这是一封请示啊，这个贱人在家之时定于那陆少庄有暧昧之事，这还了得？哎，不想张尚书家中吃此不孝之女，带我进去问过明白。这个无耻之人，我与他是不讲话的。此事我若伸张起来，与我的奸面无关。哎呀，这！不免去到书房暗些，慢慢查访此事，再一做道理。这东方嘛，哎呀，我是不得了。姑妈妈叫我来听房，也不知道她来了没有。哟，谁把灯搁在这儿了？门也没关。我陪着您好不好啊？
年保我小孙孙。参见母亲。罢了，啊，儿啊，为娘与你娶了这贤惠的好媳妇，你真是造化不小啊。贤惠？是啊。啊，母亲，再过几日你就明白了。这是什么缘故啊？不好，是我素日惯下来的。你是贤惠之人，总要顺着他才是。媳妇遵命。这几日你甚是劳乏，小惠搀扶小姐歇息去吧。媳妇告辞了。我自有道理，我知道了。真是使我养儿不长进，偏教老身又操心。
今日在婆婆面前又是奴用相向，叫人实在不得明白。像我们女孩儿家将将持家，就要受人欺辱，思想起来毫不同伤人意。老太太，你有福气，西家见了我，也说我有造化呀。你本来就有造化嘛。小慧，来年我就要抱小孙孙的了嘛。老夫人，您这是怎么了？哎呦，岔了气了。您留点神呐。小慧，听听他们有何动静，报与我知，我歇息去了。您慢着点走，留点神呐。嗯，这下可好了，我也怪累的了，歇一会儿再来，反正钥匙在我手里呢。哎，母亲不知其中缘故，强迫我今日洞房。我是拿定主意，不与这个贱人同下一花枝，只好在此伏击而眠，等到天明再做大礼。恨心人早与旁人有两
左思右想，叫我无从猜测一不必理。
上与他盖上旧事。Yeah.
这个贱人自从前来真正的无耻。你三番两次辱骂于我，为主何来？你自己做的事情还来装糊涂，你这个无耻之人，不配我讲话，不配我讲话。你无端心骂于我，总要失个明白，我若有错，立刻贬责。哟，怎么吵起来了？你呀，早就该死。啊，脸皮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家之母受胆之情，命我去至赵府，迎接我家小姐回府请受，不免赵府奏奏。来此一事，门上哪位在？什么人？哦，原来是张管家，到此何事？今当我家之母受胆之期，请姑爷姑奶奶前去吃酒。请稍待，有请夫人。何事？今当赵夫人受胆之期，请少爷少夫人前去饮酒。快去宝玉公子，对来人去设稍事酒去。遵命，随我来。哎呀，且止，今日乃是亲母寿诞之期，差
差人前来，据他们小夫妻前去吃酒。倘若知道他们夫妻不和，岂不要耻笑于我？不免将媳妇还吃，好言之付。小慧，搀扶小姐吃汤。吃酒，我儿脾气不好，你在你母亲面前要与他遮盖遮盖的才是。媳妇遵命。好。阿母亲是在家园来报，孩儿都明白了。孩儿这几日身体不好，不能前去，就是媳妇她也不能前去。啊，你自己不去也就罢了，怎么还不叫媳妇前去？难道说她与她母亲就永不能见面了吗？真正岂有此理啊。媳妇，你只管放心前去，多住几日是无妨的。媳妇拜别礼。
何事？命令随少夫人前去，对他家去说，叫少夫人随车而去，随车而归，这是赵家的规矩，不可通融的，快去快去。是是是，正是。人力巧计去幽会，怎托男儿张无忠？
见夫人，赵家来人言道，请小姐即刻回去。去对来人去世，莫留女儿在家之上几日。遵命。啊，母亲，女儿还是回去的好。哎，女儿回到娘家，哪有不治之理？家来人言道，请小姐随车而来，随车而归，这是赵家的规矩，不可通融的。啊！今乃我寿诞之日，女婿不前来拜寿，倒也罢了。怎么我留女儿在家只上几日，他家竟如此催逼？阵阵气煞人也。
家中吃了什么紧要之事啊？啊，夫人不要生气，有话慢慢讲来。慢慢讲来，我女儿的性命就要断送了。啊？难道女儿得了什么病症不成？哎呀呀，比病那还厉害的多呢！大人，我前去。哪里去？去到赵府看望你我的女儿。但凭与你。大人马赵府。怎么样了？媳妇甚是贤惠，她的身体也好啊。这是什么缘故啊？我父亲了。我与你翁婿之亲。为何以伯父相称是何道理？只因你养了个好女儿，故而如此相称。啊，此话怎讲？请到书房一叙。好好好，看你有何话讲。这就好了。倘若我儿被他岳父劝解劝解，他们小夫妻是定能和好的了。小慧搀扶小姐吃汤。是啦。婆婆何事？啊，媳妇，你爹爹来了。哦，我爹爹他来了。现在书房与我儿叙话，稍时就要来的。爹爹到此，我张玉珍有了吃头之意了。那碧玉簪乃是你母亲心爱之物，不想被你私生情人日前真品失去在此，你还不与我死？老爷，不是奴婢多考，这碧玉簪的事儿我全都知道。啊，你都晓得？快快讲来！别忙啊，瞧你把我们小姐气成这个样子，等我把小姐搀回。
佛爷，小鬼快来！来了，快快讲来。您别着急，听我慢慢的告诉您。快一讲。这话还得从我们小姐没出嫁的时候呢。有一天，我在房里伺候我们小姐梳妆呢，就来了一个姑妈妈。啊，哪个姑妈妈？就是常上咱们家来的那个姑媒婆。她进房和小姐说话，就瞧见这只碧玉簪了。她说她有个亲戚要把这簪子没有好样子，就向我们小姐借这只簪子。小姐说了，这是老夫人的心爱之物，不能随便借人，还是奴婢我给讲了个情，这才借给她。后来就忙着小姐出嫁的事儿，就把簪子的事儿给忘了。这有什么的，我把她找了，把簪子要回来就是了。您干嘛生这么大的气呀？家园，将姑媒婆抓来见我。是。啊，哪里有来的什么姑媒婆？哎呀，我是越发的糊涂了。你慢着点，你慢着点人，你撒手！哎呀，这你撒手吧，这干什么呀？这是你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吗？这哼，所以我得进就进去，不是？哎呀，我说老爷，快下！老何，这气儿还真不小。哼，跪下！你撒什么欢儿？快将碧玉簪之事从实招来，日若不然，打折儿的狗腿。哎呦，那还怎么走道啊？这老爷，您别生气，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碧玉簪呢，不是我要借来的，是您那亲戚陆少庄，他让我借来的。啊，他借碧玉簪何用啊？你听我跟您说呀，只因陆少庄思念张小姐不能到手，又听说呢张小姐许配给赵启贤了，心中有些不服，他让我呢上张小姐那儿把碧玉簪就给借来了，然后他写了份情书，又把这簪子呢封在这情书里了，等张小姐出嫁的那天，他叫我假意前去帮忙，我趁他个没人就偷偷的扔到新人洞房里了，这都是实情，以后的事情呢我就不知道了。哦哦哦，原来如此。贤婿，你可听明白了无忧？慢来慢来，这亲事是不是恋爱所限，还是对过别计才好？怎么，你还要对过笔记吗？需要对过笔记才好。好，小慧，去到后面，要你家小姐亲笔写一张纸来，快去。是啦。哎，我说老爷，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回去了啊。跪下。回去，我他妈的。将姑媒婆送到游司衙门，重重谢罪。是。不。这也算出了气了，我告诉你，得了，没什么说的，一个字儿全完。哎呦 ，sorry 了，俩字儿。老爷，您瞧，这是我们小姐写的。贤婿，这是哪封情诗？这是我女儿的笔迹，哎，你自己对来。啊，完全不一样啊！岂有此理！岳父老大人，小许知罪了，小许知罪了。秦翁，都是我儿不好，老身这厢赔礼了。老夫人，这都是你养的好儿子啊。惭愧。老夫人。
我将女儿交付于你，若有半点差错，我来问你要人带你妈回府。对待妻子失孝于我，真正气死我也。啊，母亲不要生气，孩儿知错了，请母亲在媳妇面前好生劝慰。孩儿知错了，此事啊我不管，你呀、啊、自己去到媳妇面前赔礼吧。啊，母亲，母亲。这是我自作自受啊。是你兄嫂与你留下的好侄儿啊。啊，此话从何时起？那陆少庄土婚不成，串通姑媒婆，借去笔玉簪，加写请示一封，放在新人的房内，就被这个世代子看见，才惹下这场是非啊。有这等事，家园吃粮伺候。哪里去？待我回到家中，岂能与这赤身干休？胆拼于你！启禀老爷夫人，陆家差人来报，陆公子已然亡故了。臣奴才已死，老爷。不要生气了，便宜了这个赤身呢。啊，老爷，女儿之事我放心不下，请老爷一同前去探望。好，来，有车马伺候。遵命。
是，都是本人的不是。 No no no， 这厢与娘子配离了。来了，哼，拿过，怕你不成，拿过，怕你不成。我家娘子真正是个贤德之人，只怪我误中他人之计，错怪了娘子。事到如今，叫我如何是好啊？哎呀，这。有了，我想起一辈古人来了，昔日廉颇老将军得罪了蔺相如，老将军负荆请罪，我何不学上一学啊？有理呀，有理。金帐啊，金帐，我今日船长你了啊！啊，娘子，你不要躲起来，被人赶你来了。Thank you.
只是我的不好，今日之事啊，娘子你要与我分辨分辨呐、啊！你持棍行凶，还蛇冤枉！呸！秦王息怒，秦王息怒！娘子，与我分辨分辨吧！我说姑爷，是我亲眼看见您拿着大棍子打我们小姐的，怎么说是冤枉您了呢？啊，娘子，实实的冤枉，你我分辨分辨吧。怎么，你也晓得有冤要伸，有苦要诉么？惭愧。像我张玉珍，知道你家先是含冤而死，怎么无人与我申诉你？你如今只有一世的冤情，就这样呼天唤地，你呀，娘子，儿啊，这是什么缘故啊？跪下，后面备酒，大家同饮。